坚持下去，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，对运动的执着是什么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拼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落在后面，当我们的心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做任何事情绝对没有问题。毕竟我们现在在追杯数，我绝对不能少一分，一分都不行。全明星到现在接近尾声的很多的悸动是别的地方体验不到，一条心的感觉，为了运动去付出，就是很棒，很值得。